他们平凡，却从不渺小；他们不凡，只因从不远大。跌倒了，站起；失败了，重来。他们的人生因跌倒而短暂。我的心里美满有你们时，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有请主持人心月。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游戏之人》。法国著名将领拿破仑曾经因为他矮小身高被人嘲笑，但是他却没有放弃。光是小小的后一步后，他成将成为了一个叱咤风云。就是因为他认定自己是生活的主人，并且抱着这个信念站上了成功之船，奉自己的尊严。这是拿破仑有点故事的终章。我们今天的两位主角同样在另一群中点赞的故事，从龙套一起成为最佳演员，更成为了自己的生活主角。在美人鱼里，他是另一个美丽人鱼；在西游降魔里，他是荒野四大美女。你不是空说，是圣书，哈哈哈哈！他是斗志血性的大美，也是有志向的御用官大妈。美女如云的影之圈，一位其貌不扬的龙套大妈，为何得到多位导演青睐？张美娥，从龙套到演员。天地头到心路红毯，他又是怎样的人？星运传奇，有请本期主角。您是还可以，就是冷。你好，张阿姨，大家说张阿姨美不美？还是挺美的。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然想问一下，第一次跟新月合作是《西游降魔篇》吗？对的，远距离的光是，对吧？是。啊，你知道小时候吧？刚特别长时间，就是每个一天吃。我当时就是怎么说？他说记者采访我，他们就问我一个名字想什么，我哪个名字想的，我说根本我陪不起的。好多女生都特别羡慕，怎么羡慕我呢？你羡慕羡慕啊？你是小猪拉屎的。你们这个很长啊，有几个月看病的时间。张美娥一出场，大家就应该想起她是谁了吧？她是最特别的星女郎，不年轻，不漂亮，甚至一口不美。但是她的角色大家都有印象，比如《西游降魔篇》里的公主女，还有《美人鱼》里的任贤妈。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慢，他们是跑酷啊，特别跑酷。在美女与女子之间，她是如何打败各种敌机，成为这炙手可热的新女郎呢？还得说她当时的很有热情。张美娥的家在横店的小城，即便住宿并多呀，到横店也是往年都是20多岁。2007年，张美娥在村里的人都跑去当巡演了，她觉得挺好玩，也是真去了。做巡演的生活也挺简单，就是每天在镜头前走来走去啊，也不需要演什么，就能走就行了。每天还能赚个30块钱，张美娥觉得呀，也挺高兴的。有的时候呢，也有记者来采访，但是张美娥一般都不习惯，因为大部分记者都想要那种长得漂亮的表演。直到2011年的9月份，有个记者来采访。请别告诉大家伙啊，这回选演员呀，我们要选个丑的。张美娥一听选丑的，一下子惊，这不正适合我吗？好看的选一下，而且丑的，说他可以试一试吗？于是
电视在一间小屋里，所有人排队一个一个站在门口。当时来选择的那有三个人，中心是救命队的一名，那可是当时的司机真的近距离的看到周星驰。他没有想啊，这个周星驰看起来和电视里的不太对。更让张美娥没有想到的是，周星驰一看到他就一直看他笑，这一笑把张美娥笑懵了。不想，周星驰笑啥了？是我穿的太土了，还是回答的太早？笑死我了吧！可是没想到，张美娥出来没一会儿，人家就告诉他被选了吧。正是因为这次面试，张美娥成了剧公司背后的张美娥演的第一场戏是台空剧公司出来。基本要求啊，张美娥呢一只手抬头是墙，一只手扔花。拍戏的时候呢，周星驰突然就跟他说了，说阿姨啊，那如果不让你扔花了就扔什么？你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张美娥说，那我就说不是你让我扔。那到底是扔还是不扔啊？导演一拍桌子，好，阿姨，您就说这句。张美娥当时还有点反应过来，心想：啊，原来拍戏还能有这种操作。张美娥就在周星驰的这一笔写字加了这样一笔：低调，夸别人啊。老板，那是你做的人对吧？哎呀，是什么意思呢？到底不扔还是不扔？不扔也要不用钱的。我知道。电影上映的当天，傅老脸就给张美娥打了个电话。这第一句就说：“阿姨，你知道吗？你火了。”因为出演了周星驰的电影，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张美娥。她吃上了高级自助餐厅，也住过了酒店，甚至走在大街上，会有人主动跑过来找他喝酒。可张美娥却并不觉得自己荣幸，她把演戏当成自己的职业，想要踏踏实实的过好自己的每一天。张美娥就像是一只小鸟，不起眼，却顽强，梁怀着一颗向着阳光的心，梦想的种子永远。想好也可以是一种灵动而又软的生命，正如我们学生说的，每个人都是我们自己生活的主角。那阿姨，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很红火，慢慢的被大家所熟悉，都跟周星驰导演拍在一起啊。您觉得在你心目当中，周星驰是个什么样的导演？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周星驰对我来说他是非常对我的一个演艺行业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对我的。好像哪里？有一次去做广告的时候，我说阿姨，联合国市场的公司，我说我跟你一样不懂，我说这是什么？这都是后来聊了聊，我就谈了。他们说他说他们说是你喜欢他，他们说你熟的，我跟他们去了，他说对对，跟走错了，怎么走错了？这个就吃了，真的很老实，你查鸡查了，吃的对都比较好，吃都是找的很多的地方，都是用饭去吃。只有吃的东西，早上除了馒头、包子，都是有习惯。再觉得没有那么多包子了，你吃饭在那还要加点什么？都是饭就吃，夏天除了吃饭就吃，乘以两吗？没想到的，没地方去了。啊，知道。其实我的幕后才是真正的，我们喊的美根本不是完全的东西。我的笑点很高，但是我看美人鱼一样变得很高，我就开始笑，是吧？因为有很多孩子每天在水里，以及在这个开这个电风扇，把这个小猪给它转起来，就笑，我发自己的笑。后来呢，我们这创意就是说，其中间要营销啊。他要把这个然后他就提示了你，说你我不知道你怎么会取这个名字，叫什么？
接着以后啊，您就选择和您就是周围的好，那就是第一点。谢谢老师，哥哥的鼓励，谢谢。他是杨老师啊，杨老师啊，谢谢杨老师，太好了。可是后来到底知道幽默到底是什么吗？我都是来哭的。因为刚喊你哥，因为我没文化吧，我。我小学的时候。但是幽默呢，是你说一半，他另外一半别人会心一笑，或者说他其实认为你非常就是幽默，来的就对，幽默就是搞笑。可是我觉得那个美娘不一样，她不是天生搞笑，她是天生带着喜感，就看到你就想笑，你一讲话我就想笑，然后最好笑的是你不知道我在笑什么，这真的好笑。没画到没笑容也表现，笑就是不好。那阿姨，你现在红了之后，对你周围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影响肯定有。怎么说呢？比如说，就是哪里去都要花钱，到处东南西北游，把老友熟了。那有没有特别多的人认识您了？肯定很多很多。去陪你喝酒，比如说跑前台来跑跑这边来，很多都认识我。就我的那个前几天，还有一个湖北的帅哥，前几天他打过我电话，他说：“阿姨，我在哪里？我在这边。”他说：“我想去看看你。”我说：“好的。”他来了，还有一个之前饮料打的，我不认识啊。完了之后呢，他就说：“我一次在哪里开信的时候，他跟我聊过天，我跟我聊天的时候特别多。”粉丝，阿姨啊，说一句话就是还是很，我觉得还是很难听懂的，是吧？谢谢谢谢。像你这个一个所谓的好人啊，他那个机遇撞的很低，你本人也很低，我看你应该很勤快，很人流有口味了。那么现在你的收入又跟以前不一样了吧？啊。但是有提高了，肯定多不多？提高怎么提高的多？怎么样？我只少死一个，我只那个写着翻好几个，好几个，哇，这个几十倍，这个也远远十倍了。希望啊，这个啊，应该先把这个给你保护一下，你觉得你觉得？我跟你说，杨老师，以前我才。给你说，你给我的私房，给我私密的私密，谢谢谢谢。你看我请我拍，我又请你拍。我跟你们说，比如说周星驰给你演过，不是我的私房票，他给我的。怎么说？就是他那部戏里，对我很忠，是他的阳光照亮着我的一个伯乐。那江阿姨，我问问您，在拍戏的时候。你也会不会带着自己真实生活当中的情感把它带到戏里去？他肯定面对啊，比如说有一次我对明星分开，一下子走了四个方式，我跟上整个，我觉得分到什么时候当年，我能不能留着？这个好吗？留着这个好吗？你是想起来自己的情感了吗？那肯定啊，我相信自己是也有，我家是一路平凡，坎坎坷坷。那么说，我小时候十二岁时发的誓，奶奶的发的誓，我大时候跟我爸爸同年的时发的誓，也是太多次。后来老伴，我老伴是就是在那里，整个女的是发的，我那人经常跟你讲，不管难不难，就是经常好几次。对啊，你看，你要没有经过那么多的跌宕起伏。没有经过那么多故事啊，你要假设当年你碰的老伴啊，嫁到外面去了，别的都不知道，现在还肯定还找不到这个，对吧？我跟别人说上网的不说，我见这个老头死了的，那我真是哭啊！我非常难过，还有非常怎么说？老伴在，一个人的孤零吧，我一个人那就死去了，没有了。我说上网的神话，真的。就说叫人疼啊，就是一个人的负担有一定的，两个人他旁边，就是他两个人有点像啊。
看您的本科就是这个原型，你看你两个人就是这样。我心情。对。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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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那不可能，我们一个小朋友，一个小朋友去到那个地方，他说了，我一个小朋友，他穿的是一个漂亮的，他说他穿的是牛仔裤，他穿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还觉得怎么唱吧？今天给我们大家唱一个怎么样？好不好？我看一下，花裤子的，哈哈哈，好好。望见河北亲友间，我听到你唱红尘，心儿呢喃念阳天，愿看见一家人，一家人。再聊聊，你说了一开始是一个人和你参加聚会的开始的，开始就是第一次在聚会的人，是不是？全都是全的。有台词吗？那时候如果说的话，我说了两句。第一句，第一句，给个小孩去买菜，我说当娘，把我小孩带一下，我说好的，没关系，放心去的。后来一句呢，也是导演跟我说的，就是当这个小伙子很年轻。我打招呼，他说打招呼，哎，小伙子，想死你了！他当时两个字的了，当时我觉得很不容易的，而且很多人一开始是没有词的，默默无闻的，就是走来走去，走了很多。阿姨，你看看现场，你觉得哪些人更像词？我想每一次都是。这么说，当群众演员是辛苦又不长。怎么说？每天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来走走。现在走到之后，你变成星爷的一个边缘，这不是同一边啊。我是到哪里当情人，不会是陪了。比如说陪个一个，一个女的陪的，第二个镜头里，来，大家有了，每个人交出电话都有情人。我说好像怎么说，好你们清醒清醒的，现场导演说，我看导演说，第一天有些人呢，就是就是晚上看到。当时也就是没事的那么好，当时也就是说我们开三分钟的时候，那我们很早很早出来，那货特别大，有一次三点多，其实是夜里早上三点，早上三点多，不太大，那个冰冰车那个时间多，看不到，一停下来查一下，停了一段路又停查一下，我们真的是出来。夏天一天到晚在黑，冬天在上面穿个短袖旗袍，红色的旗袍，一点一点都不觉得我可以演员，特别的棒，就是什么时候黑到就怎么黑，只有这些。这件事因为阿姨一直以来都很努力、很坚持，而且很认真，所以才慢慢的越走越好。那现在角色也越来越重。学气也越来越棒，正在结束之后，我也很想请两位老师，包括我们班的这些年轻的孩子们，还在奔往这个实现梦想的孩子们一些祝福的建议，好不好？来，接下来说，我觉得有梦可以追，但是重点是你有在做。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过追星梦，可我觉得这个是守株待兔。我只希望我的心量发掘我，让我发现。后来出来工作，发现其实人生只是在
有梦就去追，但是呢是踩的地去追，落地的追，而不是在天上飘。对于很多可能在路上的小伙伴来讲，啊，如果你在原来打地球，我不打地球，所以我不是地球，对吧？问题是走这条路的时候，还需要有一个和平保险，两个保险。用一个话来讲，这个平和的，那应该是忠于理想，但不忠于现实；不放弃努力，但换取比较好。要是真的什么事都做出来，别做个六等生活，别当个包袱，别出个花，什么活都做。对我来说，这样活就是不值，你得对得起别人，什么投资，哪里有钱哪里出。这肯定是我工作的要辛苦。没错，对啊，我们越来越觉得你是老师。其实我在地图记得有一位演员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其实任何人。配角才是有起的，没有人一个角色就是主角，但是只要你今天给我这一分钟表演的机会，你就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位置表演完成。其实你这个结合两位老师刚刚说的意思是一样的，不努力肯定是成功，但是努力的人代表你的成功，但是你收获的这个努力的过程一定会是你的成功。所以我今天也谢谢张阿姨为你分享的这个故事，谢谢您。可以说，当每个人的脚踏步都成功了，努力拼搏是一个人成功的必然条件。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成功女人都能成功的，但他们都是自己的坚持。接下来为您介绍的这位可不一般呀，他是电影明星黄金转派，拥有一张酷似流星花。还因此走红，就为了证明自己走出天王的光环，更有实力。他是刘德华的御用替身，由于不负天点，因为模仿刘德华全国冠军，也走红后就被我倾家荡产，负债累累，被刘德华模仿多年。四川哈是
甚至会不断地问自己，我是谁。1999年，陆一恒参加了一个模仿秀节目，获得了冠军，之后就演技不断了。最让他骄傲的是在家乡成都体育馆的门。那个游戏馆只有好像当时有刘德华这样的天王巨星才能在场上做一些事。能站在那么大的舞台为家乡人演出，陆一恒觉得很骄傲。但是很多戏演出主角都是这样寻找的，像有请神秘嘉宾这样。神秘他为什么是陆一恒？到底是陆一恒火呢，还是模仿秀火呢？也许是明星的光环太耀眼，照着陆一恒都看不清楚。他下定决心要有自己的路，给自己的分。有一场专属陆一恒的个人演出，在2003年，他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又借了陆一恒的著名的专辑，结果却赔了一场。为了还债，陆一恒卖房卖车，甚至把他所有自己的东西都换钱。那个时候的陆一恒，真的可以说是低级。有一天，陆一恒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大电影叫演员专门找了一个试镜，这一刻陆一恒就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呢。可是没想到戏里需要的是资深演员，竟然又到了那些危险的地方。没错，可能陆一恒猜到了，就是给天王刘德华的声音。当时副导演对陆一恒说，小伙子，如果你真做得好，以后啊，有机会或许能在电影里演个角色。就是这个故事，这个可能，让陆一恒下定决心，拼尽全力做。可是做不出一千多个聚焦演出的事儿啊，陆一恒下了半年的苦功，觉得别人三千的经验强，包括很多危险的事情，像高空摔落，甚至被马卡。陆一恒鼓起勇气跟导演说：“新剧组。”而没想到导演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嗨，小陆，你呀、啊，戏演的确实不错，但就是你长相不太合适。下啊！”那段时间，陆一恒听到了太多次的下次，曾经因为酷似刘德华叫他地位走红的人，却让陆一恒失去了一切。直到2009年，陆一恒的伯乐终于出现。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里，陆一恒扮演的马匪老四，几乎就是他。之后在徐克导演的电影《终身飞侠》饰演西城的上头解决员，在王晶导演的《大江南北》扮演的光头。2015年，在《赤子追捕》当中，陆一恒饰演了小将的，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十年，他借着自己的努力，走出了天王光环的阴影，成为了自己。他就是演员陆一恒。大哥，是了解我。如果是我，我会有人帮着你报仇。你们都想到了，快点！把这狗给我追下啊！下面路，上出去，藏路东西。哎呀，把这个外面的架子，都拿掉的那些钉子。当年做那个刘德华的模仿秀的时候，是有意识的冒犯的，当时需要，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节目嘛，大家就要看一下，都已经定了。哎，那时候走在路上会不会特别多的人看到你？不以为是真的，一定要走远一点看。对，咱们俗话说，黄金一个很棒的模仿秀的，而且当时模仿是奥斯卡对吧？可是到最后去了这个演员参演了这个电影，但是一个是模仿他，是选择
另外一个是给他做，还是给他武帝和魔法还有邪念魔法，他是一个什么？无论你外形，画画妆，唱的歌，那点像一样，一个人差不多就这样。但是需要重新再出来，他是一个简单的走秀的，不难多了。还有他那个这个电影地址，虽然说只是他，但是你是电影当中的一个演员。我认为只要你是个演员，哪怕我今天演的只是一闪而过的背影啊，我觉得这个背景重要，所以是演员责任。就刚才有一张照片，我看也好像是晚上六点，然后带着一部，然后我为什么要把什么的在这场戏是长坂坡的关系，我一个人骑马去挖的，然后几百人我觉得像个长江四，因为人太多了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所有人就统治好了，不管你收不收枪的我过来了段两三个还是几百人。完了以后，两个小朋友穿皮的盔甲太少了，皮没了。这个导演镜头好像看见了，这是打到我你俩看看，亲自过来用手好手注意啊，刚抽完以后挨着一个熊的眉毛搞不定了，皮都没了，但呢还得拍呀，抽一下穿个图穿个贴地再拍继续拍打，这样结束以后才能逼过去医院，该吃的该上药的上药。我说我给你找这个老大，我这个问题没有，我必须得真的人，我觉得这个价值是钱可以，那你有多少钱你有价值，很多方面多的价值自己这是我要做的自己，其实我觉得是假货，这是我的反正一开始做地方啊，后来你说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姜文老师，对啊，可以提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当时姜文总是发现就是每一眼都是这个你是怎么特别给他看的，是我一个朋友啊，他的戏呢都不导演，他叫魏一博，是我一个好哥们，然后那个戏当时在他一筹备了有两年多还是三年，其实演员全听他的，不知道为什么就麻烦老师，然后开心还有九天，然后到时候导演就说可以演出去，导演说你叫他过来看看吧，我看我记得那天约好早上十点在怀柔的半山腰，过去见过我们没见早有啊，然后导演说那个之前也没拍过戏，我说那个我没演过，真的我是替人演的，动作他你不骑马，骑马还好，然后那个现在有马了，多聊了，一会儿先吃一顿，喝了以后看什么书，因为那一天啊晚没钱，永远笑得到晚起，我参加一个那个看书的。定好十二点必须到，我还真就是有习惯，我一定要迟到。不管什么时候，因为我导演，我那个还有情绪要导演的话，先忙吧，让我先忙吧。这句话多可怕啊！
忙了，回家了。半夜十二点打电话，一会儿打又不接，特别烦。没菜，不行吗？调脸让你们出去。哦，直接就出去了，让你们出去，戏也没死。然后我还是个朋友联络的人，你也是，就没特别喜欢。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个是不是电影最主要的看点？如果没有那个，我现在估计还在打架。后来有机会跟姜文导演为什么才开始对话？还是不太好去问一问，这个意思是？徒弟，此刻发誓替你报仇。大哥，你是了解我的。如果是我，不会有人活着来的。向左走，跟我走。杀死人，铲掉了。还有，其实也是今天来取货，很多人是拿着钱来取货的，让我来给这个取货吧。导演说，不需要你再给我这笔钱，我是要找到我自己当公司这个角色的演员，所以能够挑中你导演这个角色，绝对是导演的100%自身价值的。这完全是个广告。哦，同时我觉得你们是全民队伍。他的语气啊，光从屋就完了，装得很假的话就不用带了啊，你看着不是我。吴总，就是完了，嘘，我娘了，不了，你们给我下蛋了，再演，那就给我干了水下吧，各位老大，老大，谢谢。现在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话，我跟你对天发誓。这么的，我给你脑子包起来，我看你怎么把这个包起来。这个梅老师要跟着学是吗？上回啊，我在这里合理，然后问这事儿啊，说了三个半小时，再跟谁讲？谁家？那今天刚好顾一恒本人在这儿，我们看看到底谁演的好，好不好？所以呢，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要对这样的角色，要想靠近他，最重要的要抓住哪些？我跟姿势要稳啊！对呀，哎呀，你这个不对了，对，对，冬天我也想着怎么保护我。大家都不知道，我求你了。对，对不对？对。我认识的人，见面好久不见，见面好久不见，群群嘈嘈的人，今天无故说真话，就死在你这个笑话。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没有我告诉我们的人知道。之前我是不知道，当我这个人正在给老农说，老农就没有时间想事。
他的这个结果特别不愿意讲，因为我父母走得太早，就在这里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创业的时候，他们一起执行，然后过我的时候，我父亲母亲去世，我还没见到，最后一个是真的。所以啊，对，选择要找三个人，你想一个人，其实一辈子完全，你现在需要钱，因为钱能带走，但你是一老问题，因为还有亲戚，所以现在我不太重视。所以家人，他认为出现特别 OK， 然后我的对象就是要也很多写作品，我希望能拍出对社会的层面有贡献的一些好作品，怎么样？看完我的电影，就已经叫我反应，而不看完我的电影。票房很好，然后骂你，骂他骂到什么时候？对我来说，我已经不想，我已经过了阶段了，所以我想踏踏实实，就说一句，最后那句，我只是一眼，其他我都不在。你是这个世界最疼爱我的人，只有你们懂。据我的看法，你刚才说希望之后的作品能够带给身边的人很多的正能量，因为我觉得今天在现场的朋友也好，还是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好，相信大家听完这集的故事之后，都从你的身上感受到了正能量，一定能够学习，能够找到东西。而且我现在做我的，你说了十年之约，现在人家九年就做到了，是最棒的。你说，哈哈哈哈，要不然不知道心理团体的多大了。哈哈哈哈。2007年，一直坐在我面前那个刘德华模仿。做自己人生的主角，这个说起来简单，真做起来却不容易。做一行走来，模仿做生意，用了十年才找到。张美娥在人山人海的富人峡中漂泊数年，抓住机遇才成为新人。在追逐梦想的途径当中，都会遇到挫折和难题，不是每个人都会。但是正如作家三毛，在我的生活里，我就是这样。感谢周三本期的热情朋友。大家好，我叫李。我在2014那边隔离场，当时就是演习组来跟你们组说。大家好，我叫乔电影。